我是不是又炸毛了？炸毛会可爱吗？我跟你说，已经就是炸的不行了，这还是我用了好几个夹子之后才这样。对，因为是这样子啊，因为我明天想要刷马尾，所以我今天就戴马尾了。对，然后我今天要跳 Who I Am， 又很不适合就是刷马尾。对，第一首就炸毛了。好家伙，到后面已经不行了，我跟你说真的，你看都是变成这样子，这炸开了花都已经，大毛也必炸毛，长的短的都炸毛，刘海长长了，啥，明天剪一下，这黑裙子好看，真的假的，谢谢你的负担，今天我觉得镜头都在拍我，就是可能知道我生日吧，感觉给了我好多镜头，我晕了，谢谢你的负担，那个黑裙子是我自己的，确实有点，因为那个裙子那个领子太低了，所以就感觉很瘦，对，我晕，真的假的？这什么一样的心情？对，好多毒镜是啊，我不知道，还以为是我生日公演呢，谢谢的绿豆糕，确实有点夸张，我可以找给你们看，真的，我自己都觉得夸张，我今天看了一下。回放，太瘦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衣服太显瘦了，对，不安全，好吧，很不安全。你知道虽然这件衣服是我自己的，但是我别了后面还是别了很多别针的，对，因为那衣服对我来说有点大。最后一个镜头，主要是最后一个镜头。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干嘛？这个光怎么感觉啊？都不能放进直播间了，怎么回事啊？是我截图的问题吗？怎么会这样的？怎么会这样？是我截图的问题吗？怎么会这样的？怎么会这样的？这一道神秘的痕迹是什么？我晕了，是什么东西啊？天哪，好吓人！对啊，怎么会这样？这个侧面有点我明明在手机上看不是这样的。怎么平板上变成这样了？那你们自己去看吧，我不能在直播间放给你们看了。有点夸张，有点夸张。我有这么一天，天哪！救命啊！你自己去看吧，我就不给你们看了，好可怕啊！我明明今天在手机上小屏幕看着不是这样的，好奇怪，怎么会这样？那这衣服也太危险了，救命啊！天哪，怎么会这样啊？视频总不能是 P 的吧？真的很危险啊，这个衣服真的很危险，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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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别穿了。但这件裙子挺好看的嘛，这件裙子是上次我跟闹闹逛街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买的，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哇，这个真的太低了，这个领子，我看这个领子已经低到这了，没想到我上台在这，我明明还往上拉一点，可能跳跳的就下来了，已经低到这，我的背还挺好看的，我晕，这衣服真的好暴露啊，天啊，太暴露了。今天奶黄包还说，他说别人做这个动作都是这样子推，然后他说你做这个动作是这样，像那个蚂蚁在爬一样，谢谢你的绿豆糕是，还好没观众是，没观众，没观众很安全，对，我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上次看谁这样做的，我是看视频学的，是的，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排摄视频没有很仔细的，是的，我看别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对啊，他
他说他跟之前每一个就是女伴一起合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他们都是这样，就是这样摸上来然后推。他说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我说不是就是这样的吗？对，我说不是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呀。是啊，我也不知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哎，你怎么也说？黄楚英才不会说这四个字呢。我晕。我真的好瘦哦，天哪，这个衣服好显瘦。哦，这个镜头，对，它那个只要光一打我，就是前面的骨头就很明显。哇，这个镜头好吓人啊。哇，这个镜头真的吓人，这个镜头看，这个镜头是哎呀。这个镜头真的吓，这里，我天啊，看没有，这就是我说的，就是猪排骨就是这样的，我天，真的吓人。嗯，谢谢你的绿豆糕，是不是有点离谱？真的。啊，我必须多吃一点啊，谢谢你的绿豆糕。哇，罗可家还有一个 wink， 我晕了，这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 ？Can you hear me, my baby？ 他还搞个 wink， 我真是醉了。对啊，搞个 wink。不错，还挺撩的。因为我今天衣服真的太低了，所以我都不敢低头。嗯，好吓人。不能输，下次一定要。我发现他们就是，他们好性感哦，这个动作就是那个，哎，我给你们一定要给你们讲一下，这个什么，就是他们男位出来在唱歌，然后那个镜头一般是这样子横着扫过去的，然后就是那哒哒哒哒哒，我的陷阱不是要扭一下吗？我天，我发现大家都是这样，都这样，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就是那种很性感盯着镜头这样，或者是这样。这样就是那种看自己的这边，然后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当时在干嘛？你看我在干嘛呀？这是什么表情啊？就是有一种像就这种表情。哎，怎么会这样？我晕了，给你们看，这样扫过来，真的，你看大家扫过来，你看，都这样很性感到我就，哎，没了，怎么回事啊？嗯，我当时在干嘛？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好像有点不对劲吧，然后就，对。我晕了，不是在害羞，是什么？是可能觉得太低了，还是怎么的？好好笑啊！还好扫得快。哦，谢谢你的生日帽。我在看自己领口，对啊，可能觉得太低了。没想到镜头会拍到。又拍了，对。我觉得我跳这个好凶哦，嗯。今天我吸取了教训，我没有穿我的厚底鞋子，对，不然我又站不稳。哎，我真的忍住不笑了，真的，我真的忍住不笑。那个动作真的，
哎，你们知道，就是中间间奏那个动作，我们是怎么记的吗？我们是这么记的，就是，谢谢你的生日吗？我们是怎么记的？我们是这么记的，就是中间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打开手，然后不是要什么，什么要吸腿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有口诀的，什么打开手转过来母猪上树，对啊，就是这么的，因为以前不是记不住嘛，然后他们就自创了，就户外 M 的人自创了一个口诀似的，打开手转过来母猪上树，对啊，太好笑了，是啊，不知道谁创出来的，因为上次我不是记不住嘛，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对啊，是啊，想不到吧？对啊，很好笑的。哇，今天真的像读镜一样，真镜头太多了，真的。我看了都害怕。哎，为什么我觉得手机上看跟平板上看真的不一样？Oh my god， 好吓人，太吓人了，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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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镜头太吓人了，算了，不看了。看看美丽的夜风吧，是啊，今天夜风就是。因为今天叶枫穿了很漂亮的裙子嘛，对，叶枫的衣服好可爱，是不是很仙很仙这个裙子，对，我超喜欢啊。我一直就是之前就想买这条，佳佳找我连麦，干嘛笑什么？哇哦 ，Hello，Hello， 嗨，你知道吗？我刚刚正在看我们就是叶枫的那个。中间跳舞的那个，对，真的，然后你就打电话过来了，真的，哎，你知道吗？我发现我的脸跟你后面的那个窗帘布是一样的背景，好粉，背景，对，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我也不知道呢，怎么会这样？我也觉得，你刚刚在房间做了什么事情吗？怎么会一个人脸这么红呢？我也觉得，我怎么会一个人脸这么红呢？天哪，救命！它真的好红啊！天啊，跟你那个窗帘布是一样的。少喝点，少喝点，佳佳少喝点。没喝呢。没喝。明天要看一下手表了、哎。我知道他们说那个看手表是什么意思啊？他们说你说看手表。我说看手表就是你忘记了吗 ？Single 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聊天啊，对，我说给你看。我刚伸手指着我手，你就懂什么意思、我新买的手表。对对对对对，对吧？你看他们就微，他们那里乱说，我就说我怎么不记得这个点？哦，原来是我们那个，那个看手表。对对对，对，就是看手表，新买一块手表，然后哇，好棒好棒，真的真的，他们不相信，天啊，救命啊！对啊，超配合的，而且都不用讲话，我们都没有讲话，都是，然后你就。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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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是的，还有什么？还有很多，还有我当男人去撩他，对，都是明天的小细节。太巧了，太巧了，怎么就变成你是男人来撩我呢？没办法，就是我就是被注定当一个男子汉在那个三角函数里面，对。好，你还要讲什么？没讲什么。你几点睡觉？我。就是等会儿就睡觉。你几点钟睡觉？我可能十二点之前。十二点钟之前就睡觉？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现在已经11:27了。因为明天你知道要干嘛吗？明天要首演，不早睡觉不行啊，状态不好。我今天状态就不好。我觉得你今天状态挺好的呀。真的吗？嗯。一般，我觉得，哎，气死我了。
气什么？明天加油啊！明天三角真的好累哦，真的。嗯，我也觉得。三角，又跳了两场，就是，就是四班也。嗯，确实，真的，三角是超累的。嗯，亲身体验过，要晕倒了，真的。但是跳到后面很燃，就是很得劲儿。真的，跳到后三首已经就是头那额头全是汗。对，但是越跳越爽，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这种感觉。好，那明天爽一爽。爽一爽。嗯、早点睡觉，佳佳。嗯，好，再跟你说生日快乐啊！谢谢，爱你哦。好哟，收到了，收到了。救命！你知道吗？今天太搞笑。今天捉迷藏的时候，对，他问我说什么？我说你就给我唱生日歌。我说如果后面接不了尾，你就亲我一下。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吗？他说啊，什么要我亲你？就在后台这样子。我说对，这有什么？都是侄女，这没什么的，对吧，佳佳？对不对？对，那个方琦。对不对，提出让人家亲他，又亲，我说我前面才刚亲过手了，怎么后面又要亲？对啊，没什么的，对啊。结果他来一句，佳佳来一句，他说你们侄女都是这样无所畏惧的吗？我说当然，我们侄女就是这样无所畏惧的，对吧？你也是对吧？大家都是，是我，对，是没错，我们一起，对，我们一起，是的啊。下次有这种要求就不要，对吧？就不要就是惊讶了，是的。你知道吗？对，今天夜风的时候，他跟我说结尾的时候，他亲一下我的手，我说那我要回一个，对吧？这样不礼貌。我说要不这样，然后他就说啊，不要，他就这样。我哪有这样？嗯，不要，我哪有这种这样？你是这样的，而且你还加一句啊，你们侄女都是这样的吗？你少来，没有，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的、嗯。我们侄女不是这样的，其实没关系的。对，我是可以这样子的。结果你说你要优雅一点，对，然后我就没有了，对我忍住了。对，我忍住了，是的，嗯，是的，好，不错，大家说好不错，应该挂掉了，笑死，干嘛？你知道吗？你现在不仅是脸红，你整个脸啊、脖子啊这里都是红的。没有，我刚是一直，没有，我是一直都红，我刚刚其实就红了。少喝点，佳佳。那你快直播吧啊！嗯，好，拜拜。好，拜拜。怎么关来着？怎么关？关了吧。明天见啊！明天见，拜拜，拜拜。啊！救命！他叫有血色，那我没有吗？我有，我现在铺点腮红，马上一样的。应该没喝，我们刚回来嘞。是的，嗯，我刚刚想说我是冷白皮，谢谢。我不是吸血鬼，我可以是，对，我刚想说建议野风，是的，裙子好看吧啊，天选的玫瑰，然后还专门找他帮我就是驻演了一下，对，嗯，专门找他帮我驻演了一下，嗯，哇，那个灯光好漂亮啊，我拉给你们看，真的，我脱给你们看。就是唯一有一点不太好的啊，什么他们的唯一有一点就是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他有点矮，比我矮一点点，就是他比我矮了一点点，对，给你看，嗯，就是比我矮了那么一点点，对，哇，这灯光真超漂亮啊，真的，嗯，对，真的有一个镜头真超好看。对，就这里啊！天哪，这里好有氛围感啊！这里啊，好好看啊！这里真的有一种自己是那种啊，有一种啊，真的好漂亮，这个真的这个灯光太好看了。对，有一种自己是小公主的感觉，是，嗯，啊什么？没有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的。我说你就是鞋子不太高，对，对，佳佳鞋子不太高，对他跟我来句，他说你鞋子太高了，是。对啊，好漂亮啊，这个光，嗯，嗯，是吧，嗯，没关系的，就是，
他鞋子就是没有电是的。归军出警。嗯，对。矮瓜也是瓜，对，很瓜哟。我真来不及换鞋了，本来我不是穿这双鞋的，真的我来不及换鞋了。嗯，谢谢你的绿豆糕，你知道吗？今天真的很赶。今天姐在后台说，她说你们这 unit 让我怎么排呀、啊？说什么你有？她说你有四首，罗可嘉有五首，罗涵月有四首。对，她说你们这种我根本排不开。就是不管怎么拍都会有两首连在一起，所以我今天捉迷藏跟借口我都没有换衣服。对，然后他们黑天使跟木禅也没有换衣服。嗯，因为太赶了。嗯，还好今天就是大哥没有跳很多首，不然就是体力都不行。对，嗯，不换衣服节省时间就省得等了，不然要等很久。嗯，哦，我今天忘记带双眼皮贴去了。嗯，今天美瞳可能戴太久了。嗯，目前只能这样看了。现在我就是单眼皮的。嗯，没有，这个是我邀请他的，对，他今天给了我的惊喜。我想惊喜是什么？握手好玩吗？嗯，好玩是好玩，就是这种。唉，有一种，主要是那边哇！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你们说那好热了，真的很热。嗯，就是那边都不开空调的，只有电风扇，真的好热，太热了。嗯，有一种就是参加变形计的感觉。对啊，觉得你们好辛苦。嗯，排队的时候就是，嗯，一个比一个毒瘤。笑死。嗯，觉得好不容易啊。是啊，觉得好不容易。嗯，就是怎么说呢，当小偶像也不容易，当粉丝也不容易。对，嗯，排队很辛苦，然后粉丝没那么毒瘤。我觉得我们今天四班还好吧。是的。嗯，我就是最后一个比较毒瘤而已，其他的也还好吧。是的。嗯，对，笑死。我最后想逗逗陈桂军啊，陈桂军都没有拒绝我，我晕了。嗯，可能我太可爱了。嗯，舍不得。嗯，笑死。啊，确实啊，那个叫老婆也很毒瘤是吧。啊，叫老婆也很毒瘤。是的，他把纸条收起来了，其实那就是一张小票而已。对，是的。嗯，今天 staff 也没怎么赶我，狠狠的学会了很多拆盘技巧，我全都应了。不能啊，大家拆盘不可以这样。不，今天最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今天最好笑的是罗哥家拿那个叉子。对，笑死了，太搞笑了，真的插人了。对，他拿那个叉子干人，太好笑了。嗯，对，那个真的把我给笑岔气了，太好笑了。嗯，被插出去了。嗯，还有我觉得 staff 也挺不容易的，就今天全程 staff 都在说好了好了，时间到了，把嗓子都喊哑了。嗯，对对，还有电我，你们不知道我们四班的啊什么。嗯，不记得你在说什么东西啊。嗯，你知道我们今天四班群里全是接电我嘛，接电我嘛。对，这样子。嗯，全都是想电我的。嗯，穿最可爱的小裙子，最狠的插人。嗯，是啊，后面大家都累得不行了，真的感觉就是就这种演拆盘，嗯，比跳公演还累，真的。嗯，真的觉得到后面就累得不行了。对，说我是浪货，我哪有浪。嗯，还没 solo call， 因为
因为今天就是可能四班不太熟练，对。明天没有这个吧？今天是因为有那个特殊的环节，明天就是正常的流程，对。明天就正常流程，嗯。后天是拉票公演，好像是，对吗？后天是拉票公演，是吧？吃掉了，今天布丁狗蛋糕吃了，嗯，放在后台，分掉了，大家一起，嗯。明天 MCR 有，没有目送，嗯。他点卧的黄牛一直被插队，没有，我们都是认真排队的，好吗？只是一个要很久，对，只能一个一个放进去的，因为只有一个麦克风。我在那排队排了很久啊，是的。我开玩笑，我今天拿蛋糕手都抖掉了，不会的，我拿很稳的。对啊，太火了，队太长了。我今天想帮贵军插个队都没插成似的，嗯。我说前面你排谁啊？我说让我们家妈吧。然后前面说我也排佳佳，我也排佳佳，我也是家妈队，就是一个比一个大声，好吧？那就老老实实排队吧。对，就是到这种时刻，就是关系好的没用的，嗯。我也以为是直播故障了，真的，我也以为是直播故障。我当时想的是，怎么到我的时候灯就黑了呢？我说这直播设备该换了，我就这么想的。是的，结果没想到，嗯，就是端了一个那个生日蛋糕走出来了啊！真的，天呐，对，那个蛋糕真的超可爱，嗯。那是罗可家买的，啊，罗可家买的，什么穿夜风的逃出来，嗯，对，我的 catch phrase 都没有讲完，对，嗯，电源还拿出来，那不是我拿的，那是罗可家拿的啊，罗可家电源的时候又把它搬出来，对，嗯，不怕翻了吗？怎么会翻了呀？蛋糕好好端着，不会翻的了。这么大人了，还端个蛋糕还能翻了，真是的，对，是啊，罗克家专门买的，能吃啊，怎么不能吃？穿夜风那套衣服出来，因为今天穿私服啊，穿私服的时候拆盘，嗯，不是不定位的，加油，别人肯定不会，我手抖，我哪有就是。哪有端个蛋糕的时候的那个蛋糕很轻的，什么？你们以为是假的，它是真的啦，嗯。而且你知道吗？当时我不是把那个蜡烛就是放下来了嘛，然后手上沾了那个红色的那个奶油都洗不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用纸巾都擦不掉，我还是去拿洗手液把那个红色奶油给洗掉了。不重，那个蛋糕很轻，真的不重，嗯，很轻的，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红色颜料那么持久，对，嗯。蛋糕在剧场队吃掉了，嗯，吃掉了，一人分一块，吃掉了。对啊，不是口红，是那个红色的那个颜料啊。谢谢你的附带，我只看到布丁狗啊，没想到他在布丁狗就是手上抱的地方就是画了一个番茄，就相当于就是这种，他手上拿个蛋糕，然后哎，你看这个很神奇吧？对，然后就放了一个番茄，嗯，厉不厉害？可爱吧？这个变化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后面那个布丁狗的那个吊牌啊，对。然后我发现它可以这样，我就留下来了，是吧？厉害吧？鬼畜了，好哇、哦 谢谢你的生日礼物，布丁狗吃了十几块蛋糕，对，好幸福、哦，今天收到三个蛋糕，两个贵军的，一个洛克家的，
我昨天还收到很多翻牌，嗯，谢谢你的福袋。我想着今天应该就是比较，我怕今天回不完，对，和我后面布丁哥好像，就是那只布丁哥，嗯。我今天还听到李曼菲给我唱生日歌，是的，嗯，大家都好好。今天后台姐姐也跟我说生日快乐，是的，嗯。今天后台姐姐就是我 MC 一下来，后台姐姐说不错吧，给你整的这个，对啊，她说还什么控台一起配合，是的，嗯，收钱，她说试做完了就是收钱，对，收费的啊，跟你说收费的，是，好幸福，嗯。是吧，嗯，对，哦，谢谢李归成的生日蛋糕，嗯，就那种，对对，下来就输钱，嗯，对，嗯，是啊，真的就是没想到会这样，第一次在剧场这样子，嗯，对，如果大家也在就好了，嗯，他们差点被我发现，我没发现啊，我以为今天不会有什么惊喜了，对，嗯，真的。嗯，没想到今天还有惊喜，是的，挺开心的，嗯。灯一黑可太惊喜了，灯一黑我还以为只是直播设备坏了，我都整个人我都松懈下来，你不知道我整个人都，唉，直播设备坏了，对，我就这样想的，结果后面就是唱，就是放着生日歌就出来了，我就，对，当时就很感动，天呐，是的。嗯，我说我怎么就是站第二排了，嗯，对啊，灯一黑，是，收音也突然没了，嗯，对啊，设备有的时候就是会，这个哭也算啊，你这，哎呀，烦死了，这个怎么能算呢？这种。是吧，特殊的时刻，是的，这不能算吧，这，嗯，你们不要耍赖呀，你们，对吧，这样不合适，啊，对，嗯，这样不行啊，这样不好，嗯，我哪有耍赖，我晕了，我哪有耍赖，我没有耍赖，对，这是被偷袭了，这是，啊，哦，啊，不行啊，哎，怎么能算两次呢，不行，啊，嗯。对啊，我只是差一点破防，我其实还是忍住了的，对，对，我忍住了，其实我忍住了，对，是的，嗯，对啊，嗯，不然镜头里有拍出我的眼泪吗？没拍，对，没拍到吧，是的，我最后讲深处的时候还是很控制住我自己的，是的，嗯。对，可能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跳完前四首太累了，那个汗水啊从额头就是经过眼睛流下来的，不是对，是绷住了，对，嗯，哎呀，烦死了，那怎么办呀，那这样的话我这么说我自己不信啊我这么说我自己不信啊，那怎么办呀，那这样的话再算上拉票一次，我马上就要直播吃饭了，救命，唉，太难了。对，别哭，丑，这怎么能够就是给抵一天？真的吗？那我今年吃饭直播还挺多的。哦，对，发言时刻，对不起，比较不严谨。直接吃饭还行，还是要算一下，对，我可以往后拖一拖，嗯，要严谨，对，要严谨，是我们的发言时刻，对，没错，嗯，我晕，哪可爱了，一点都不可爱，可以视频翻牌吃饭，哎，不要，我不想翻那个视频翻牌。
哪里可爱了，一点都不可爱。发言时刻我尽量忍住哈，我尽量。我尽量。忍不住也没事。怎么变成哭哭时刻了？那是我的发言时刻啊、嗯！我现在哭也行，我们一起哭吧。那还是不要一起哭的啊、嗯。对啊，我今天居然没有哭哭，厉不厉害？我还蛮厉害的，随便哭一哭，怎么回事啊？啊、嗯，有很多，有很多。没有，真的没有。哎，今天就是，主要是昨天，你们今天看到我们台下的那个牌子吗？就是，它有在空的座位上。我什么时候发现？我没有发现，我今天没有发现黄楚云他们在密谋什么。就是我们下面空的那个座位啊，就是姐姐。哥哥放了那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嗯，什么什么不信谣，不传谣，什么广州撑得住，什么各种，哦，各种就是，哦，广州加油，对啊，就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嗯，广州好不容易，对，广巴好不容易，是的，嗯，然后就在上面写的那种，嗯，然后今天你不知道，就下面没有观众，现在没有观众，然后 staff 就是哥哥姐姐在后面。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看着我们的 staff 姐姐拿了个那种小喇叭，就那种扬声器在那里 say no， 对，就觉得哦，好不容易哦，就平时工作那么辛苦，还要在下面帮我们喊口，是的，看着真的很心疼，嗯，就是而且下面看那个空空的座位，今天真的跳舞的时候都感觉很不真实，对，嗯。没有，暗地里哭一次没有，嗯，再好转，希望快点好起来，快点好起来就可以早一点，就是放公演了，还是想你们在现场能看到三角函数，嗯，对，看不到公演吃饭都不想。对啊，看到空场很难受的，真的很难受。今天叫啥发型？今天就叫单马尾。然后，今天发型很乖吗？真的假的？我是好久没单马尾了。嗯。嗯，辛苦了，大家辛苦了。高高的大马尾，每次大马尾都是这么高的，但是大马尾拍照不是很好看，嗯，是吧？我也觉得每天都很怪，笑死，嗯，今天本来想披头发，但是想了想还是，主要是不能卷，不然今天裙子如果卷发应该很好看的，嗯，长头发应该很好看的，嗯，下次一定。等我头发长长了，真的假的？我 B 站的声音，什么 B 站的声音？你说那个话筒机吗？视频很可爱。就跟我的眼睛打架，真的，会不会是因为今天生日的？闭着眼睛夸我，对，是吧？那快乐鸡真的很可爱，嗯，谢谢你的生日帽。
那你们说的对。谢谢的生日吗？打救护车，我晕，睁睁眼睛就好。没有没有要哭哭，没有，还有几分钟我能坚持得住的。是的。是呀，因为准备发这个视频，所以我就没有上传音源了。现在发了相当于就是上传音源。对啊，今天真的超开心，真的。希望明年也可以开心一点。对。明年的话希望就是可以跟大家在剧场一起。对。确实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困。主要是眼睛不舒服，困的可能都还好，但是明天要蛮早起来的。明天生日一定哦。今年是有点遗憾。拼成什么？拼成土豆，番茄也能拼成土豆的啊。对，明天是周日。是因为美瞳。对，可能摘了美瞳会好一点吧。等等啊，我等等等等下直播时候再摘。不然我这边主要是这边眼睛不舒服，这边可能还好。对，不是这样不好，是我早上戴的时候太着急了。我跟你说早上才可怕，早上我戴的时候我是这样子，早上我戴的时候就是我先戴好了这只，然后我着急出门，这只还没戴好，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等我再睁开的时候发现，这边美瞳不见了，不见了，然后我就以为掉地上了，我一直在找就没找到。对啊，我不知道在哪，但是我这眼睛很不舒服。对啊，我找不到，然后后面我发现就是藏在眼皮里了，然后我就眨眨眨眨眨把它给眨下来了。我晕，因为今天出门太着急了。是啊，没事没事，问题不大，就藏在这，就藏在这，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双眼皮耷下来了，然后它堆在那个眼皮里了。是的，我说哎去哪了。对啊，我说我明明刚刚戳进去了，差这几分钟。不是啊，是因为现在就是下去晚了要进迟到了，所以我就很着急，最后一分钟戴的时候。对。对，幸好找到了。太好笑了。是的，不会滚到脑袋里去，想啥呢，它就是藏在这了。就藏在这，所以今天一整天这个眼睛都不太舒服，在车上戴。车上摇摇晃晃的。下次早点戴应该这么说。哎呦别生气，气啥呢，没关系的。眼睛不会坏的啊，这个。就是可能找不到。哎呀怎么会找不到呢，眼睛就我也不能就是戴到里面去，它就是在眼球那儿就滚来滚去的。好吗，我下次慢一点。我下次慢一点。没事没事没事，就是今天戴的时候太着急了。早上上班不会戴，下午的时候我就一般会戴。因为早上去上班可能会在车上睡一会儿，下午就不会睡了。哪有，不是这样的。好吗？我跟你们讲，你们要说我。明天再说吧，今天不说了，今天过生日呢，今天是吧。还有四分钟我马上关直播。不是。好好。下次注意。好的，知道了。快乐别高兴的太早。谢谢你的负担。暂停三分钟，转移话题。好的，最后三分钟我们讲点什么呢。讲点什么呢，我想想啊，讲点。就是在团里过的第三个生日，其实是我在团里过的第四个生日。第一个生日是还没出道的时候，因为我是九月份出道的，六月份的时候在中心跟大家一起过的。反正每个生日都很有意义。对，都是不同的状态吧。对。就希望明年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日，后年的话不知道，反正因为就是世事难料嘛。对，就希望，因为中间有就来来去去很多人。对，就是不能把话说得太早啊。对啊，就是不能就是答应的太早似的。因为万一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对吧，所以就
希望在这里可以陪大家久一点，对，然后嗯，大家的话也可以陪我久一点，对，是吧？嗯，对，珍惜当下每天，对，嗯，不是，这不是吓人，不是的，嗯，因为，对，因为就是要珍惜当下的每天，对，嗯，不要后备医疗，没有，嗯。没有要哭，没有，不是的，来都来，不是的，明年还一起过生日呢，是的，嗯，怎么样，看一次少一次，哎呀，说啥呢，什么人来的都来，看一次少一次，在说什么，不是这样的，今天是我的生日，并不是要，对啊，不是的，烦死了，对啊，不是的，我好好的呢，是的，嗯。啊，怎么回事啊？不是啊，今年生日，对，是的，嗯。然后主要是感觉好久见不到了，嗯，对，是的，谢谢，单指的皇冠，谢谢你。因为疫情好久见不到了，对，没说错吧？因为疫情，所以就是，哎，什么以后不管到哪里，说啥呢？只有一分钟，别说怪话，嗯，谢谢。谢谢露丝的皇冠，谢谢。对，嗯，谢谢的生日嘛，对，因为疫情好久见不到了，嗯，期待再见面的那一天吧。对，嗯，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爱你们哟，嗯，对，好的，嗯，差点过了，还有没过，嗯，谢谢的生日嘛，对。好了，现在是，对，现在13号了，对，嗯，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刚第一天就 IP 屏啊？不要，我晕了，天哪，晚安，我睡着了。哎，你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你不能这样子，我晕了，真的。起来谢礼物，气死我了。好吧，谢谢你的皇冠，我继续睡了。你们就是聊得开心似的，嗯。静止画面，我自己说说，气人，确实气人，对呀，不气人就不是我了，对吧？这句话不是理直气壮的意思，不是，嗯，就是，嗯，就是，22岁了，发表一些感言就是，嗯，冲击24，怎么在说啥？没有很骄傲的样子，没有，我怎么敢骄傲呢？是的，23岁还没有到23岁呢，22岁的第一天感觉如何？就是跟21岁没有什么变化，对呀、啊，跟21岁没有什么变化，对，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但是大家还是没有这么觉得，对。啊？什么？嗯，21岁仿佛就在昨天，你不是废话吗？这是啊，什么24？我晕了，22是的，没关系，我现在还可以唱 Forever 21。嗯，对，嗯，长大一岁的就是一个新的小目标，就是好好戴美瞳，对，嗯，什么东西啊？对，祈祷美瞳不滑边。嗯，好，不会急急忙忙的，不会的，嗯。哎，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谁能想到呢？1分钟前啊，不，我觉得不要很浪费。小目标可以定很多个小目标，第二目标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的，加油。谁能想到呢？昨天啊，前天。我还是一个21岁的小女孩，现在我居然就22了。对的，嗯。什么啊？什么不好贴双眼皮贴啊？我没哭啊，没哭，没哭。嗯，我这不是废话吗？
你不要学我讲话，是的，我刚才讲好像，哦，你说，哎，你知道吧？我很想说来着，我看这个头像，我想说，你知道吧？昨天就是大家给我发翻牌，然后有人头像是那个，就是我这个表情，对，这个表情很像什么，你知道吗？这个表情就是那个小图看很像那种就是儿童写真，对，好像那种就是童趣的儿童写真，因为看不出来多大，就是双马尾，然后那个手又小小的这样子，然后大家给我发翻牌都非常的就是母爱泛滥父爱泛滥，然后就很像那种就像那种微信的那种家长，你知道吗？就是用自己那种宝宝的那种儿童写真，对，然后当头像，真的特别像，真的很像，不知道还以为是那种就是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的，然后又喜欢用那种家里的宝宝的那种写真照似的，就这样的，对，就这样，对，我就是说你啊，对，就这样，是啊，就这样的，不像吗？真的很像，真的，真的，感觉马上就要聊起来，你宝宝上了什么兴趣班啊？对，这样，就是这样子，真的很像，我没有骂你们了，没有，对。是吧？你们看这个小图真的很像那种儿童写真，对，是的，宝宝是舞蹈班的，什么舞蹈班啊？对啊，我什么啊？为什么要讲不要 GNR 的？对啊，考不考虑我们进一下我们就是 GNR 呀？酱牛肉48，宝宝作息正常爱吃饭，那不就是我吗？是吧？就是我，怎么现在家长还攀比起来了？好好说话，我没有好好说话吗？我好好说话，是的，我昨天那是不一样，昨天是因为我就是大家都在祝我生日快乐。对吧？大家都讲话都不清楚了，大家都在祝我生日快乐，对，是的，然后我就非常着急，对，我想回大家来着，对，是的，没错呢，唉，太难了，我没有每天啊，我晕了，你昨天怎么睡这么少时间啊？你家小孩太能吃了吧，两碗饭，天呐，吃半碗就饱了，什么啊？我觉得22岁也好难哦，就是22岁的前10分钟，大家都让我觉得22岁也很难，天呐，救命啊！我还是继续睡觉吧，太不容易了，我讲不过你们呀，真的，唉，真的，布丁狗还是布丁狗好。还是布丁狗好，看他就是总让我想起昨天的幸福时光，对，是吧？狗子，你说对吗？是吧？布丁狗，没有他，没有他笑得很开心，对吧？来戳戳脸，他没睡，他眼睛睁着的，你看睁很大呢。他怎么会骂我？别乱说，他在假笑，反正他是笑的，来，布丁狗贴贴。贴贴，贴贴，好了，你要直播，你要就是认真营业，对。什么东西啊？他们也是眼睛睁开的，我在跟大家聊天，是，
我也在的。嗯，耳朵怎么了？耳朵飞起了。这个窗帘太挡到了。那我们一起吧，我们一起好吗？布丁狗干嘛？他给我送什么？布丁狗蛋糕端了一天，我晕！你们怎么？我今天还跳公演呢，怎么没有人心疼我呀？是的，嗯，我就蹭在他的身上，我晕。我眯着眼睛看的，对，嗯，哎，果然啊，大家昨天就是因为我的生日，所以大家很爱我，今天就是，嗯，今天就不一样了，是的。看我眼泪了，嗯，今天更爱我了，真的假的？我全都硬了，嗯。怎么不能拿他耳朵抹眼泪了？嗯，你看他还在笑着呢，嗯，太可怜了，对。又喜欢又想欺负，哼哼哼，太惨了，没有，我刚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就是想笑啊，是的，嗯，对，我没有，我是开玩笑的，对，假哭不是真的哭，眼泪都没掉下来。他眼里的泪，我刚没哭啊，没有，我晕了。布丁狗哪里看到？他现在看不见了，嗯，现在看不见。闭着眼睛都在笑的一只狗，我的脸变红了，腮红吧，嗯，没有啊，你是那滴眼泪，我全都硬了。我没有抠他眼睛啊，没有。这才是抠他眼睛。哼。怎么都在心疼狗子？怎么突然没有歌了？等我唱，你们想听我唱歌呀？我们中心很安静，嗯，是很安静啊。晚上这个点能不安静吗？嗯，我应该是昨天唱的，是这首歌特别的应景。但是放在今天也挺应景的，是，嗯，特别是放在前十分钟，对。其实感情更强烈了，对的，
对，不想长大也长大，对，是的。真的吗？前十分钟中怎么不讲这个话？才说 forever 21，啊，60岁就不是宝宝，我晕。60岁的话，你们万一不在了怎么办呀？嗯，不是，不是啊，就是60岁我也不在48了，我是这个意思的，我是这个意思。我晕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真不是，那我也不一定在了，是，我也不一定在了，对，大家都是百岁老人，我晕了，不是这样的，不能气走，不可以，对，拜拜，大家就是努力活到100岁，是的，嗯，行吧，我们到时候一起在养老院就是。跳广场舞，对，是的，嗯，没错。什么第二次？什么59岁来看我跳舞？不行，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跳广场舞的，对，嗯，嗯。一起啊，一起，嗯。还能打 call， 广场舞也能打 call， 一起跳啊，嗯，艰险一人吧。怎么啊？怎么不能跟小象一个养老院？老宝宝，救命！想象那画面很诡异。算了。50岁还跳动借口，我晕了。做轮椅的才叫拆牌，那你真的可以就是光明正大插队了，是的，嗯。50岁可以找借口，笑死我了，你们真的是。怎么这首歌听出一种悲伤的感觉呢？换首歌吧。没有，我开玩笑的。什么啊？大家还在呢。是的，嗯，要一直在哟。对，是的，嗯。财神到也太喜庆了，他最近给我推那个 SHE 的歌，哎呦，笑死我了。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明天的公演曲吧。对啊，明天要就是要上公演了，有点紧张呢。对，是吧？嗯，复习一下明天的公演曲吧，来。开始复习动作。哈哈哈！对，嗯。第二动啊，嗯。嗯，对，是。真的在复习动作，真的。开始了。嗯，真的。是吧？期待一下，是的。什么衣服都穿不了。你也好脆弱啊，看不到就哭，那看到了该怎么办？我爆哭，嗯，怎么穿不了开车的衣服啊？
么的，出车回踩。哎呦，大家不能这么没底线。嗯。这个舞有顶胯吗？没有吧。嗯。貂皮大衣，好像这次大家换衣服，没有貂皮大衣。好的，我明天一定收着点。嗯，明天大家记得在弹幕里就是打哇哦，对，嗯，好吗？嗯，对，一定要在弹幕里哇哦。嗯，对，捧场啊。嗯，没关系，可以看的。嗯，今天都有我，今天什么我？今天那个胡 M 是挺我的，救命。嗯，200你也太贵了吧，你太贵了。嗯，超飞没有显示器的，没有。不错吧，不错不错。没了。好贵哦，请不起，请不起你了。嗯，明天有成员去看公演，对，明天他们想来看三角。你们是不是也想来看呀？但是看不了，哎，看不了。嗯，拍车 focus 还行。对，大家只在屏幕里看。嗯，也没有都来，就是想来的就来这样子。嗯，要不你们也经常来看吧。不是，我发现我指甲长得好快啊，为什么呢？我早就想跟你们说我指甲真长好快，给你们看，就是本来指甲是这样的，这看得清吗？看不清，哎，看不清，这样呢？就是本来就之前做指甲的时候，我指甲只有这么短，对，只有这么短，然后现在它长出来了，很奇怪，我跟你们说，它长出来了，就是它下面这里是空的，就是它的美甲会跟着你的指甲往上长，对，给你们看这样子，所以下面都是空的。哦，就是说我原来的指甲做指甲的时候就这么小，我天，我指甲真的好小，救命啊，我不知道啊。滤镜滤掉了。嗯，大概你们知道，对，指甲好小啊，这么小，有这么小。嗯，现在长长了。嗯，从根部开始长，学会了。我怎么觉得有点热呀？我手很小，其实不算小的。哎呀，我又忘记跟王子掰手腕了。哦，今天他没去公演，明天一定掰手腕。对，明天我一定跟他掰手腕。明天 MC， 哎，不一定 MC 掰。再说吧。他不要用头顶。我肯定掰得过。觉得方琦掰得过王子的，扣一。嗯，掰不过的扣二。我就是调低两度而已。嗯。嗯，扣零是什么？怎么这么啊？掰得过的扣二，对，嗯，是吧？掰得过的扣二，刚没说错吧？对，嗯，好多二呀，是啊，嗯，嗯，为什么打问号？我刚不是这么说的吗？就是掰得过的扣二，玩不起，不是啊，掰得过的扣二，掰不过的扣一，再扣一遍，扣。
现在可以开始扣了，三是什么？能不能有个二啊？你们是不是就是键盘上的二坏掉了啊？是坏掉了吧？气死我了！零点五是什么？你是零点五？一点九是什么？刚刚抠下来了，你们把那个二那个就是键盘给抠掉了是吗？怪不得打不出来啊！终于有个二了，终于有个二了。二减一是什么东西？我还是 battle 过的，我真的，我觉得他那细胳膊细腿真的不行，二比一，你们别，我跟你们说，你们今天看不起我，明天我就让你们大吃一惊，对，明天我就让你们大吃一惊，是的，明天我要是 battle 过王子，你们全部都给我道歉。是的，我就今天对，全部都给我说，方琪你好厉害哦，对呀、我下次再也不小看你了，对，记得啊，记得啊，好吧，那如果我输，的话，我不可能会输的，对，我吃什么怎么直接就吃什么了啊？如果输了，如果输了，我就。我就承认我很弱，好吧，对，我就承认我很弱，吃播一周呢，等下一次哭完了之后再说，是的，什么，我这没意思，这哪里没意思，输了就哭，哎，你真会算账啊，你真是玩不起，玩不起了，我玩不起。我晕，现在就承认不行，我明天要比一比，是的，真的，说不定呢，不和我玩了，小气包，等一个奇迹，好的，明天就让你们大吃一惊，是的，我为什么要提前收买王子？我跟王子就是公平竞争，是的，我们掰手腕是公平的，我绝对不跟他提前说，但是如果有我的粉丝去给他发翻牌，说什么明天掰手腕你让了方琪，那我也没办法，对，是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对，大家不能做这种事情，不需要让的，不需要让的，我完全有自信，就是我可以就是直接掰赢他，对，对，大家不用去说了，不用了，真不用，哎，真不用，连夜说两遍好不扭捏他，怎么这么想我输啊，我晕了。不用保留，用尽全力就好。我是啊，我用尽全力是对对手的，就是尊重，是的，连夜给王子打气去了，气死我，好生气啊！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佳佳我是真的掰不过，佳佳太厉害了，佳佳。啊，怎么不给我加油呢？安安应该也掰不过吧，虽然没有掰过，有人给我加油吗？期待的眼神看到没有？有人给我加油吗？啊，谢谢你，我不会输的，我加油，好，对，给我加油。整的我都没有就是信心了，对，我如果明天输了，就是一半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没有什么人给我加油，我没有信心了，我明天录个视频给你们看，好吧，对，睫毛很长吗？刚说十几个人加油，对啊，但是这直播间那么多人呢，只有十几个给我加油，不会摆拍，我晕，视频是不能 P 的，怎么会摆拍呢？不会摆拍，想什么呢？我肯定就是直接就对啊，是那就加油，小小飞，
下次找他试一下。不可能打假赛，我找个人做裁判。对，嗯，加油，肯定能赢的。嗯，肯定的，可以。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嗯，你们觉得就是你们觉得这种掰手腕这种纯靠力气的东西作假有什么意义吗？啊、嗯，没有意义啊啊、嗯！我们做人呢要诚实，对，这种掰手腕这种活动就是显得不丢人。嗯。那你们就给我道歉嘛，真的是，嗯，你们现在，哎，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直接跟我说，呵呵，怎么直接对不起了我赢了，你对不起好快啊，对，你们现在直接就是跟我道歉，然后明天赢不赢是不是都无所谓了，对吧？是吧？嗯，对不起，马上离开。哎呀，你们道歉太快了吧，怎么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嗯，没关系，我原谅你们了。救命！太好笑了，你们，嗯，真的是绝了。谢谢我的原谅，不客气，不客气，嗯，不客气啊，嗯。我明天还比吗？比啊，肯定比。大家记得明天提醒我，如果忘记了的话，嗯，对，嗯。笑死！有心安一点。哦，你们太好笑了。我什么时候答应的说了要吃播，我真的是晕了啊、嗯！输也不哭，要不这样子吧，我们就是要玩得起，我们这样子，如果明天，但是你们不能提前告诉王子，不然明天王子就是他突然就是你们收买他想赢过我，我就惨了，对，是吧？我们这样子说好了，如果明天我赢了的话，你们就干嘛？对，明天如果我输了的话，啊，谁说今天道过歉，明天就不用了。如果明天我输了的话，明天三角开场之前，我就直播吃姐姐买的盒饭，对，行吧？多难吃我都吃，对，嗯。如果我输了的话，如果我赢了的话，那怎么办呢？我赢了的话怎么办？是不是玩不起？吃完不行啊，我吃不完，对，吃不完不起，吃完不起，笑死了。我明天也有可能会赢的，是的，嗯，嗯，吃不完不起，吃不完不起，我怎么可能只吃一口呢？我起码吃十口，好吧，嗯，我算着吃，嗯。实力摆在那儿，吃到见底啊，好夸张啊！那我玩不起，我玩不起啊！哎呀，我玩不起，气死我了！我感觉我在被欺负，真的啊！玩太大了，我觉得有点。那我们收这一点，对，因为你们知道，首演之前就很忙的，我们要就是。我们要换衣服，我们要拍场线，对，所以我不能直播太久，嗯，我吃十口我就关了，对，好不好嘛？嗯，好吗？嗯，不会浪费的，我关完直播我会吃完的，嗯，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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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拜托，给个台阶下吧，对，嗯。是啊，我真的，嗯，对，十口真的，嗯，哎，不行啊，现在怎么变成就是假设我一定会输呢？我不一定会输的好吗 ？OK， 我也是有可能会赢的，嗯，我也是有可能会赢的呢，啊，对，不是啊，我才意识到，嗯，嗯，几开呢？五开吧。就是虽然我现在没什么信心，对，其实越来越弱了，不可以这样子。对啊，我如果赢了的话，
你们干嘛？是的，我如果赢了的话，你们干嘛？你们自己说。赢了的话，我赢了的话，你们干嘛？是的，嗯。立马道歉，对，这个必须要有，是的。对，你们，我跟你说，道歉的模板都在这了，是的。啊？你怎么给他送不给我送一个？你们要这么说，我跟你们说，模板在这。对不起，方琦，我不应该小看你，你的力气其实很大。对，一模一样的，要说，对，不能现在说，要明天再说，是的。记住了吗？要这么说，对不起，对不起，方琦，是我小看了你，其实你的力气很大。对，是的，明天要这么说，是的。打不下这么多字，你不想分开打呀？啊，对，好，就这么说定了。对，对不起，方琦，我不应该小看你，你的力气真的很大。嗯，接着这么说。是我小看了你在说什么？对，好的，就怎么说定了，怎么说定了？嗯，输不起了，什么？做人就是要输得起。对，嗯，每次版本都不一样，再来一遍。对不起，方琦，是我小呸！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啊，我都已经混乱了。我刚刚怎么说来着？我看看上面怎么说的。哦，对，对不起，方琦。对不起，方琦，我不应该小看你，其实你的力气很大。是这样的吧？嗯，对，就这么说。对，对不起，方琦，我不应该小看你，其实你的力气很大。我在教你们怎么说，我没有给自己道歉，我晕了。是我小看了你啊，这样也行。那就这么说吧。对，重新更新一个版本，这么说。对不起，方琦，是我小看了你，其实你的力气很大。嗯，好的，可以的。嗯，我说了这么多，对不起，原谅了，我晕了。你们明天最好给我说话，是的，你们明天最好给我说。嗯，对，记得明天说啊。明天我要看到，就是我要看到屏幕刷五分钟的这个东西，真的气死我了。谁在说我就是。今天姐姐这么说的，今天姐姐说找你瓶盖那也不行。今天姐姐说，她说因为现在都不让堂食了，所以她说你们外卖都没得挑的，以前都可以，就是以前都可以，就是大家想吃什么就找什么，就是没有发票也可以，现在只能点有发票的东西。嗯，他今天说你们以后外卖别挑了，我点什么你们吃什么。对，嗯，就只能点有发票的才行。嗯，不要吃都城，我不想吃都城，都城真的太……关啊。嗯，现在不能堂食，现在不能堂食的话，姐姐就没有很多餐饮发票，没有很多餐饮发票的话，她就只能点有发票的外卖，知道吗？所以没有堂食会影响到我们的外卖选择，解释清楚了吧？对吧？嗯。都城不行啊，都城太有那种打工人的感觉了，不要。真的，都城我感觉我端一碗我就可以蹲在路边吃完去搬砖了。嗯，怎么不给我加油打气？打工人没怎么了，但是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心酸，你知道吧？对啊，我不是看不起打工人的意思。嗯，我觉得我们打工人也要吃好一点，知道吧？嗯。啊，你们都吃这个呀？可是比这个我。能吃这个就不错了。都城是啥？是这边一个快餐呢。嗯。可是我觉得小馄饨也比都城好吃。快30啊，你说什么才显得不心酸？就是吃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比较不心酸吧，比如吃点小蛋糕什么的，我也不用太贵了，就10块钱的小蛋糕就可以了。对啊，我也不想吃30块钱的盒饭，不要浪费钱，是的，嗯，对吧？我哪有不喜欢吃饭，嗯，
蛋糕怎么不能当饭吃？我不是不想吃饭，不是的。嗯，十块钱也是我一天的饭钱。嗯，对。刚有人说都成30块，嗯。哎，突然我变得压力很大，不知道为什么。谁说我一天一顿的？我一天好几顿，是的，嗯。不要套餐便宜点，怎么上来10个了？唉，明天只是一个三角函数首演，搞得现在我人压力很大。对，嗯，因为一个掰手腕，我现在压力很大，救命！没有啊。就买一个面包掰成三瓣吃，然后一天就是一天吃三顿。小子，嗯，不要祈祷明天不要都成 no 没有啊。嗯，我怎么会跳错呢？我很熟练的，我跟你说三角函数。嗯，没有啊，我晕了，怎么就是现在？我知道都城有面，还有肠粉。我没有，一天只吃一个面包，我没有。不是这样的，嗯，开车都开不动了，是的。开玩笑了，因为你说一天才10块钱嘛，对，嗯。我跟你讲，就是讲一下10块钱吃一天的可能性。没错，我觉得现在就是时间也不早了，然后对，时间也不早了，明天首演，我们早点休息，我们守望要加油呢。对的，嗯，对，没错，嗯，那我就是嗯，什么时候关的？嗯，我就50的时候关吧。是的，嗯，10块钱能吃什么？对，刚刚在跟大家聊10块钱能吃什么，对。是的呢，嗯，好，我早点睡啊，我早点睡，嗯。好的，早睡才有体力，才能掰一次，嗯，10块钱不能吃一天，我马上就是，没说也会哭嘛，啊，我怎么没想这可能性呢？完了，应该不会吧？明天只要龙月不哭，我就能忍住，真的。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可能性呢？救命啊！可能真的会呀，因为台下空空的，看上去很心酸啊。嗯。再求龙月哭啊！怎么办呀？不行啊，龙月不能哭。哦，谢谢你的负担。我怎么没想到呢？嗯，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没有啊，我还没有，就是我明天会忍住的。对，他哭的时候我不看他，我笑他。对，不哭给他送皇冠，怎么没有人说我不哭给我送皇冠呢？真的是。你别说我哭了，给我送皇冠，不要这样。我掰手腕怎么会哭？掰手腕不会哭的，嗯。赛点了，我现在哭了，明天就没压力了。你可真会讲话呢，嗯，我差点信了你的鬼话。我不哭给我送，好的，嗯。求龙月对着我哭，不要。掰手腕哭了，哦，掰手腕不会哭的，嗯。主要是瑞子哭的太有感染力了，嗯，气死我了。哎，好丑啊，真的好丑。
我哭的不丑就不算哭。没想到我22岁的第一天居然在苦恼这个事情。对，别全场都哭了。人生艰难啊。大家都哭了，我好意思不哭？我怎么不好意思啊？我当然好意思了。嗯，我好意思啊。所以我当初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讲？今年只哭10次呢，为什么要讲？到底是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讲？到底为什么要讲？嗯，眼泪是瑞子的，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的话，我就这么说。对，太冲动了。哎，新年小目标。对啊，以前第一个加 MC 多好啊！对呀、啊，我应该回去跳叮咚。以前第一个加 MC 就是大家都。有镜头也拍不到我，对，后悔了，嗯，我后悔了，主要是今天大 MC 太突然了，本来还有2次的，好，长大一岁我会记得，以后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太难了。直播完了可以放心哭了，救命！你不知道我昨天直播忍的多辛苦，真的，白忍了。你不知道我昨天就是凌晨的直播忍的有多辛苦，是一个月10次，我晕了，这太夸张了。明年好定目标，是的，我看我下半年哭多少次，明年好定目标。对，以后对你说的对，我就是忘了。就是写个小括号，应该把那种就是一定会哭的日子给，就是给删掉啊，比如生日，比如生日，比如拉票，比如总选，比如圣诞，对，啊，这种一定要就是去掉，不然没有意义，是吧？啊，你们怎么就默认我明天会哭呢？我明天不会哭的，对，嗯。结果现在今天是直播完，大家又不相信我明天掰手腕会赢，又不相信我明天不会哭，对。怎么还劝我哭了呢？那就压力太大了，还好吗？我压力不大呀，我压力不大呀。我压力不大，是的，嗯，不，我不哭，我压力不大，对，算进10次里的，哭的送皇冠，怎么哭不哭都有人送皇冠啊？不要哭了吧，该哭的人是我吧，稳赚不赔，你真会讲话呢啊。我也觉得你赢定了，我肯定不会哭的。哎，不对，说反了吧，我会哭你就不送了，那才是你赢是吧？那你肯定输定了。对，我现在已经脑子混乱掉了。明天大家记得提醒我掰手腕哦。嗯，我明天一过去就抓王子，赶快化妆，我们就开始掰手腕。对，啊，今天，对，今天，嗯，不对，风叔不能送，不对，风叔要送，因为他说不哭就送，是的，嗯，对，风叔要送。
当时先掰了再吃饭，嗯，这样子掰不赢还能怪在没吃饭上面，笑死了。你要送，你不能不送。对，嗯，对。是啊，没说错吧？嗯，对。什么啊？未雨绸缪，你是在夸我吗？好，放这首歌我就关了，我要早点睡觉，不然明天掰不赢了。可以掰手腕，可以三局两胜吗？还在挣扎。不可以吧？嗯，好吧，那就不可以吧。嗯，怎么可能一局都赢不了，那太没面子了吧。嗯，我输了还有力气赢第二局，其实我第一局，要是赢了我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对，我要是第一局赢了我就给他个机会。对啊，让你一把。对，笑死。嗯，对的。嗯，因为我是人家前辈，是的。嗯，怎么可能连输三局啊，你也太看不起我了。明天第一个道歉就是你，带头道歉你给我。对，明天你给我说我全输了，明天带头道歉，我跟你说，气死我了。嗯，什么叫连输两局啊？我现在已经就是很生气了，是吗？我就是心中一股无名火，已经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需要浇水，真的。怎么会这样的人？这叫激将法吗？这是。嗯，谢谢你的奶茶。算了，等着，你给我等着。嗯，为什么被带网疯了？等着，我不可能会输的。你先对不起。不行，留着明天。好，就这样，这首歌快放完，我要关了，拜拜。明天三角函数首演见。嗯，哦，不在首演之前。好的，会加油的。你看，这只有你个人给我加油，真的是啊。不气死我。好的，我下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直播见。嗯，拜拜。明天记得早点起床，下午看我们掰手腕。是的。嗯。